我喜欢有缘人。你们现在的工作是感情不太有接触到什么，就感情方面。感情当然有啊，戏里面很多的感情。男女关系那种感情。男女关系的感情。你有在？我有缘，有缘，等着缘分，谢谢。吴康维同韩星特别交，佢同袁坤传绯闻之后，有妹子同张根石生似样。公主，我见过他一次，那只是一次，就是那个，很早以前电影的宣传，就是在韩国时候，很多很多的，就是是一个活动吧。不太记得了，那个时候，因为大家都是盛装出席，而且非常的了解。不太清楚。以前有说过跟哪个女人长得像？我不太晓得。哇，咁多 fans 自己就知杏儿，唔知 fans 提升也多啲。做自本地去到当地宣传，一落机就要接受多间传媒访问。不过忙完一轮，当然要好好准备自己啦。夜晚佢哋约埋大拆海鲜。胡椒蟹这些地方都食啊，唔得啊！哇！我想问一下，这个鸡腿吗？